看这，兄弟们野山了，刘二又来了。凌晨2:17，这是一处深山里的无人村落，房屋破败，长满杂草。刘二漫步在村中，不觉几番悲凉升上心头。这里也曾是一处热闹的村落，盛夏村头大树下有3-5乘凉闲躺的老人，宽衣袭来的阿黄头枕着老人的脚背，好似进入了梦乡。寒冬大雪翻飞，窗后是一盏温馨灯火，饭菜的香气伴随着呼喊小儿吃饭的话语慢慢升腾。夜更深沉了，微风带动了枝条，也将刘二带回到了这破败的农家小院。哎，这一块，哎，这一块怎么又没路了？感觉好像有个门啊，看这儿，对不对啊？哎呀，这种地方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啪啪啪啪，什么东西到我嘴里边去了？这玩意能进吗？啊，好家伙呀，好家伙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个地方真的只能钻进去了。哎呦！哦呦，好家伙呀，看这儿，这一口窑洞已经塌了，那边还有一个。既然进来了，对不对？一定要过去看一下，不然里边晚上就睡不着觉了。哎呦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啊，真的是钻进来了，真的是钻进来了。看这儿，这一口窑洞已经塌了。哎呦，这个就这个看一下，这边有个大坑。哟，有一个红色的柜子呀，发霉了，不能进，呛鼻子。这个呢？这个里边有口大缸，这边还有一个呢，但是都已经快塌了，这种就不要进了，极其的不安全的。哎呦哎呦，哎，这个有意思，哎，看这个，它这个窑洞是斜着进去的，不是正的。这个有点意思啊，一张床。这边里边还有小房，看这个，有大皮包，里边有衣柜。2002年，哟，2012年，那也不长时间呀，20多年，怎么成这个样子了？这个，啊，这已经塌了，漏了。这棵树啊，上边真的是密不透风呀，就跟一个伞一样。这边又一户人家，看这个墙头上，这是种铁的桶，里边之前可能养了一些花啊什么的。哦，这个门，回避啊，里边可要进来了。这个还好一点啊，它上边这个还有个倒水的槽，也是用石头刻出来的，相当讲究了啊。哟，这里边好大呀，我以为很小呢。哟，看这儿，晚上好。困了是吧，也不说话，快了睡吧，啊，趴着睡吧，趴着睡得香呀。哟，好多袜子啊。鞋。里边又有衣柜啊。哦哟，这一层厚厚的。看看这个镜子里边有没有刘二。这个镜子里边也有刘二。哟，这边还有个小房呢。可能是储藏室。双休日。
2009年12月，哎，2009年这个也没有多长时间呀。哎呀，所以说呀，兄弟们啊，这个没有住人的房子，它是坏的很快的，对不对？哦哟，这么多衣服呀，这个不错啊。这个呢？哦，有什么情况？里面怎么这么多缸呢？哦，看这儿，什么呀？福字吗？各种不同的写法吗？1234567891234567891011112，108吗？好家伙呀！哎呀，1234567891011吗？这个地方之前应该是个大院啊，也全都是草了。嗯，这个塌了，这个顶已经漏了，没有几间好房子了。看这个，这顶都掉了，这种地方还是不要进了。哟，看这个院子，直接进不去了。哎。这个院子里有意思，哎，还有一棵柏树呢。哟，里面有张大床，非常非常大。哟，还有沙发呢。标牌，什么什么标牌呀？干嘛用的？哎呦，哟，好家伙呀！看一下，看一下这大柜子。哎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！看一下这锁，是锁吗？哎呦，是锁呀！有镜子呢。哟，镜子里边有个刘二呀，晚上好，刘二。哎，呛鼻子，咱得呛鼻子。哎呀，发霉了都。仅仅是一个没有人居住的村庄而已啊，因为这个地方在大山里边确实太不方便了啊，村民都搬走了，仅此而已，其他是没有任何异常的。还是那句话，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，传递正能量。再见。